老板，拿货。你好，我叫洪忠。我的中哥物流主要就是便宜、实惠还方便。你跟大家伙打听打听，考虑考虑我们公司呗。一定一定，生意兴隆。谢谢谢谢，共同发财，共同发财啊。肉酱，还有小笼包子，都是你爱吃的。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去天安门？妈妈明天就带你去，还带你去看大熊猫，好不好？啊，快吃吧。一马里了。干啥去？森哥，你怎么在这儿？我来接你，怕你找不着路走丢了。我正准备往你们那儿去呢。是吗？啊，那为什么放着前门不走，走后门？这不是离你们那儿近吗？侯总，我告诉你，别看你劲儿大，没有用。外边有多少人想弄死你，你自己知道。要不是静姐收留你，你现在搁哪都不知道了。少给我耍滑头！三哥，你放心吧，我明白。走吧。爸爸，我在这儿，我是彤彤。爸爸，我在这儿，我是彤彤。彤彤，妈妈把早点拿上来了，吃完咱们去看天安门。彤彤，看，彤彤，彤彤，我想问一下，有没有见过我儿子？我儿子不见了。哟，孩子不见了，那赶紧找找啊！不找了，就是找不到他。我就下楼买了个早餐，你看见有人进我房间了吗？哎，你这姑娘怎么说话呢？这房卡在你手里拿着，谁能随便进你房间呀？那这有监控吗？啊！哎，对，你把这个监控调出来给我看看。这监控是有，可是公安局有规定，不能随便看。大姐，麻烦你通融一下，打开给我看一下。我没法给你通融。再说了，我们这有规定，这不墙上贴着呢吗？贵重物品自行保管，如有丢失，本店概不负责。这丫头怎么回事啊？大姐，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别误会。我只是觉得你一直在这儿坐着，肯定能看见我儿子是什么时候出去的，还是有人进了我的房间把我儿子给拐走了。大姐，我求求你，能不能让我看一下？哎，停停停停停停！我可没答应给你看孩子。我告诉你啊，你可别讹我。哎，你好，有人吗？你这干什么呀你？大姐，不好意思，我只想找到我的儿子，我没有别的想法。你找你儿子，你别打扰我的客人。彤彤，别这样敲门。彤彤，我怎么做生意呀，姑娘？别捣乱，行吗，姑娘？彤彤，别敲了。彤彤，干什么呀？你这样，你吓着我。彤彤，我怎么办？妈妈在找你呢。你别叫了。彤彤，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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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见到一个小朋友？没有，没有。哎，对不起，你让我接电话干嘛？别闹了，咱俩我怎么做生意啊？不好意思，彤彤，你这样你不，哎，你给我打乱吗？咱俩我报警了。别闹了，我只想找我的儿子，就让我找找怎么了？彤彤，彤彤，对不起，对不起，都回去吧，都回去吧，没事啊，都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别哭，别哭，哎呀，累死我了，快别哭，
这是怎么回事儿？我天！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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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彤彤，爸，没事吧？孩子不看好了，你再给我说一遍。彤彤，你怎么来了？妈妈呢？妈妈带我来北京找你来了。爸爸，你为什么要逃跑呀？爸爸，你不知道现在妈妈可生气了。大人的事小孩别掺和啊。爸爸，你不要我和妈妈了吗？爸爸没不要你们，爸爸有点重要的事儿。你妈妈在哪儿？我带你去找她。爸爸，站住！站住！小二 C， 这是我儿子。都那么大儿子了。三哥，我带孩子先去找他妈妈吧，你等我一会儿。我哪有时间等你？赶紧走！爸爸，你不能走！爸爸，你不能走！别哭了，别哭了，行了，别哭了。爸爸，不然警察来了，以为咱俩要拐拐儿童了。要不然你还让我把他送回去吧。爸爸，你不能抱着他一块走吧。行了，你跟爸爸先走吧啊。爸爸，那妈妈呢？回头再陪你去找妈妈。彤彤，就能见过这个孩子吗？没有见过。就能见过这个孩子吗？彤彤。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哎，你好，请问有没有见过一个小男孩大概这么高？彤彤，我要给你我的追求。啊！你腻歪了吧你？命长上天桥去，别在这祸害人。怎么了？咱们酒店实行的是五星级管理，别随便进来一个人你就瞎说，定规矩就让他守着，我洪忠定上的规矩没人敢破。都怨你，如果不是你，我儿子就不会定。我都怨你，都怨你，你王八蛋，怎么还我儿子？这个王八蛋，还我儿子，还我儿子！神经病吧你！看什么看？滚！我推了他丫的，自己倒下来的。别装死啊你！哎，看什么看啊？帮忙啊！看什么看？行啊，哎，洪总，要不然咱们还是先送医院吧。送医院干嘛？他不就晕了吗？一会儿就行。去医院问东问西的，我怎么解释？弄不好，人家还以为真是我把他砸晕了呢。行吧，那您慢慢坐，我先干活去了。我警告你别乱动，再乱来我女的我照打。打你拍脏了我的手。你说什么屁话呢？懂不懂好赖？我要不看你是个女的，刚才把你扔大街上。
我不想跟你吵架，我要去找我儿子。谁跟你吵架了？刚才在大街上谁揪着我不放呢？你看看我这儿，被你挠到这儿怎么算？对不起，是我的错。你什么不好啊？我问你，我这儿怎么办？我求求你了，能不能让我去找我儿子？我老公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拿走了，我儿子现在也丢了。我救命！我去找我儿子。回报，这是。小姐，想喝口水。是这样的，我刚才帮你查了一下，的确是有个叫贺五洲的住过这儿，不过今天早上他已经退房走了。这个是他留下的。小姐，你在骗我吧？他怎么可能走了呢？我在这儿等了一早上都没看见他。小姐，我求求你，你告诉我吧，他到底住在哪个房间？我要不是为了等他，我不可能把我们家孩子给丢了的。小姐，算我求你了。不是，夏姐，你先别激动，我真的没骗你。我们宾馆有个后门，他说不定是从那儿走的。不可能。行，你不告诉我，我每天都来这儿等。我要先去找我们的孩子，我孩子不见了。等等。你北京人生地不熟，你去哪儿找啊？不用你管。我没想管你，我是告诉你，北京有人民警察，如果你儿子真被人拐走了，警察比你自己这好使。对，夏姐，路口就有个派出所，你赶紧先去报警吧。谢谢你。喂，刘警官，我洪忠，我有个事儿想请您帮个忙。我有一朋友的孩子丢了。哦，对对对，好好好。就是这个路口，这个路口通向三个方向，我们调取了所有方向上的监控，可是孩子再也没有出现过。彤彤肯定是被人拐走的，一定是。彤彤可聪明了，他要真是只是走丢的话，他一定会给我打电话的。请你再仔细看看，以我的经验，孩子好像是在找什么人或者是什么东西。你看看画面里，孩子周围有什么熟人或者是他平时喜欢的东西？除了人贩子，很多儿童失踪案熟人作案的几率也非常大。刘警官，你去各个路口再仔细看一眼，然后一定要留意孩子，然后还有那个可疑的人，知道吗？怎么样，有什么发现？有一个背影太模糊了，我也看不清楚。警官，算我求你了，麻烦您一定要想想办法救回我的儿子。我们都是从外地来的，在北京我们一个人都不认识，所以我求你了，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救回儿子。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的，我建议你自己也发点寻人启事什么的，大家一起努力，争取早日把孩子找回来。谢谢，麻烦你了。麻烦您让他帮我查一下吧。我从老家赶过来，我也不容易。您看，我还带了孩子。我老公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拿走了，我儿子现在也丢了。如果不是你，我儿子就不会丢。我讨厌你，讨厌你，你还我的，怎么还我儿子？何恒壮，你正好在，进来敲个门会死啊？哎。我跟你爸当初光着膀子喝酒打架吞橘子的时候，可没敲门这一说。是吗？没什么事儿，我是想跟你说呀，最近不少的物流公司跑咱们这儿踩场子发传单，我来看看，看你这儿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没有？好歹我跟你爸那是兄弟一场，没事儿，你的事儿就我能搞定。我知道。洪忠，我得劝你两句。你看现在啊，
都讲着竞争，这生意呢，不能再像以前那做法。二乐，你别逗我。你呀，好好看你停车场，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明白。还有，别动不动给我提我爸，我没爸。你看，又说气话了不是？你爸当年啊是混了点，可不管怎么说，哎，他毕竟是你爸，我用不着你来教训我。从他扔下我妈和我们兄妹俩开始，他就不是我爸了。所以老陆，用不着接那老家伙同我攀交情，没用。我他妈真嘴欠。路也是你教的，我他妈是你叔，真是这混蛋爸爸教出来的，一点都不走样。行啊，小子，你就狂吧，走着瞧。这怎么回事？啊！我说搬走怎么还不搬啊？非得我动手啊？跟你们说了多少遍，让这大车往里边停。你说有你们这帮猪脑子，我还能有好？去去去，赶紧的。哦。大哥啊，对不起，问一下，有没有见过这个孩子？五岁的样子。请问一下，有没有见过这个小孩？五岁。没有。对不起，请问有没有见过这个孩子？五岁。在这鬼鬼祟祟干嘛呢？谁鬼鬼祟祟了？我正大光明走进来的好不好？是不是想问孩子的事儿？啊，我们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一宿没合眼，我们已经把所有周边的监控都调出来看过了，可还是没发现孩子。估计孩子肯定是从宾馆出来的时候被人用车接走了，要不然监控里怎么什么都没有呢？还有其他办法吗？我们已经把搜索范围扩大到整个南城了，可是还是没有发现，目击者几乎没有。黄金二十四小时也已经过了，以后的工作就更困难了。按您这意思，孩子找不着了呗？再困难也得找。我已经把彤彤的资料输入到公安局内部的失踪儿童资料库了，它是全国联网的。如果说孩子真的被带出了北京，其他地方的警察也能帮忙负责查找。还有希望是吧？希望肯定还是有的呀。你先回去吧。那刘警官辛苦啊，拜托啊。哎，你拜托我什么呀？跟你有什么关系？哎，我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拜托你啊，感谢人民警察辛勤劳动。我儿子就在附近丢的，我调了监控录像，说是往这个方向跑的。你能不能让我在这儿贴个寻人启事？我想这儿人来人往的人多，没准有人能见过他。孩子丢了，那你贴吧。谢谢。姑娘，
你等一下。姑娘，那个真不是我落井下石，我这儿也是小本买卖，房租、水电、交税金，这交出去的都是钱，一天不赚就是亏。你看，你这快一礼拜没交房租了，我也没说什么，不是？不过你得给我个准信儿，你到底还打算住多长时间呀？不好意思，这几天一直在找孩子，把这事儿都给忘了。一共多少钱啊？没多少钱，920，我给你抹个零头，给900就行了。坐了，换一张，这给你。这刷不过去。啊？刷不过去。那你试试这张。姑娘，你还住吗？我。不住了。小姐，帮我查一下，为什么我的信用卡用不了了？帮我挂失。小姐，我能不能把箱子存在这儿？我想出去办点事儿。不是，夏姐，你不住这儿，我真没办法帮你。而且我跟你也不太熟，能不能帮我这个忙啊？反正箱子里也没什么贵重的东西，我要出去找孩子，拿这个行李太事儿了，拜托了。那行吧，留在北京挑着也不容易，你把东西放那儿吧，我帮你看着。哎，谢谢，我晚上就回来拿哈。听众朋友们，您刚刚收听到的就是青年大提琴演奏家曲和为大家现场演奏的浪漫曲。我们今天的古典寻踪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曲教授，来喝杯水。哦，谢谢。
刚才有朋友还给我们微博留言呢，说您呀不愧是音乐学院最年轻的教授，水平就是不一般，还要让自己的孩子要拜您为师呢。不过你放心，我呀都给你挡回去了。好，那个我还有事儿，所以要先走了。那咱们下次再见。好，哎，再见。嗯，你慢走啊。小姐，我想对学生起誓。哦，学生起誓是吧？你去那边填个表，等会儿给我。哎，谢谢。对不起啊，对不起。你看，枸杞，别看不好看啊，上好的枸杞。你看这个，哎，百合，我买的是干百合，因为鲜的不好保存。你要是不会做，你就问我。炖汤啊，炒菜呀、啊，都特别好。哎呀，你看，真是太谢谢了！这么老远，你还带这么多东西。其实这些北京都有买的。哎呀，北京都说卖我们西北特产，但谁知道到底是哪儿产的呀？你看这个，看吗？这叫蕨麻，真的特别好。这个，嗯，还有，曲哥妈妈，你别忙了，来喝点水，喝点水吧。等会儿，重点，重点马上就来了。哎。没，你知道这是什么？滩羊皮，怎么样？这真是好东西。来，这东西特别的暖和。你看啊，来来来来，摸摸摸摸摸，软和吧？这东西一定很贵是吧？贵不怕，关键是物有所值，是吧？啊，哟，来人了，我去开下门。嗯，不怕贵，我跟你说这东西。要是冬天铺到脚底下，特别暖和。来，我给你铺点。曲哥，你终于来了，试一试，试试，不用不用，试一试。妈，儿子，你说你怎么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还跑人翠瑶家来？哎呀，我给你打电话，你老不接。再说我老给你打电话，耽误你工作怎么办呀？我后来想啊，反正这些东西都是要带给翠瑶爸妈的，我就自己跑上来了。曲哥妈妈。你看，大老远的跑来也不容易，哦，曲和，你赶紧打个电话订个位子，咱们给你妈妈接个风。哎，别出去吃，你说北京吃顿饭得多贵啊！再说现在满大街都是那地沟油，咱们就在家吃，行吗？哎呦，这我都没准备。是啊，准备啥呀？看见没有，全准备过了。这个全是自己家种的，纯绿色，绝无污染。我一会儿下厨，我给你们做一顿你们从来都没吃过的。曲和可爱吃我做的饭了，来帮个忙。妈，啊，你看你这刚刚到，肯定也累了。要不咱们先回家休息，改天再请崔小爸妈吃饭。那也行。行，那我们就不留你了。那你看多不好意思。这样吧，过两天上我那儿去，我给你们做一顿饭，咱们好好聚聚。那行，那我们就不留你了。好，爸妈，那我带我妈回家了。哎，妈，没事走了，爸妈。你不用这儿，真的不要送，不要送啊。好了，走了，走了，慢点啊。哎呦，我的天哪！哎，你赶紧把那个硝酸甘油给我拿来，闹死了，真受不了！哎呦，我天哪！哎，他干嘛来了？还嫌这小两口不够乱呢？人家是来看儿子的，你能让人家不来啊？我怕他这一来啊，起反作用。你要真担心啊，你应该劝劝女儿，她什么时候回国呀？要不是瑶瑶这么任性，她能跟曲哥闹到现在这样吗？
你是哪边的呀？谁是你亲闺女啊？哎呀，算了，不跟你说，不跟你说了。哎呦，哎，赶紧拿走，赶紧拿走。哎呦，天哪！嚯！哎呦，你看你把你这个屋子造的，天哪！我就说嘛，这家里啊没个女人还真就不行。你看这乱的，真是！我看你赶紧把崔瑶叫回来吧啊！结婚三年，走了三年，这媳妇儿当的。那个我那房后边那个老太太，她儿子跟你同时结的婚，现在人家都抱上大孙子了。你呀，赶紧给崔瑶叫回来，抓紧时间生个孩子，让我也抱个孙子，再晚生不出来了。妈，你有完没完？你说你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还跑到任崔瑶家去，你知不知道这样让我很难做呀？以后这样的事情能不能先跟我商量一下啊？我怎么跟你商量啊？不跟你商量，你跑车站接我，你不是耽误工作吗？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跟崔瑶吵架了？哎，小两口吵架很正常，崔瑶一个人在美国也挺不容易的，你一个大男人，你让着她点儿。没事，等崔瑶打电话来，我替你向她道个歉。不用了。没事，我是你妈，那是我儿媳妇儿，说两句。我说不用就不用了。以后你不用再看崔瑶的脸色了，也不用担心我再得罪他们家。我已经和崔瑶决定离婚了。啊？哎，不是，怎么好端端的提起离婚了？怎么回事？是不是崔瑶外头有人了？你什么都不知道就不要瞎猜了，行吗？你看，你什么都不跟我说，我当然什么都不知道了。照我说呀，你就是闲的，你赶紧给他叫回来，生个大胖孙子，就孙子孙子孙子，你就知道抱孙子。你有没有想过我呀？我这几年过得有多苦多累，你知道吗？我什么都不想说了，总之这个婚我是离定了。你要是不高兴的想回去呢，你就回去，我绝不拦着你。什么呀？这是白眼狼！先生，不好意思，如果你看见这个孩子的话，就给我打个电话，谢谢。哎，你好，那个麻烦你看到这个小孩的话，给我打个电话，先生，麻烦你了。哎，大哥，不好意思，我孩子丢了，如果你看见他的话，给我打个电话，谢谢你了。大姐，不好意思，如果你看见孩子的话，就给我打个电话，谢谢，谢谢。小姐，我想要这个蛋糕。好的。哦，要不还是给我这块小的吧。好的。喂，你好。打错了。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不是，你打错了。我的手机呢？曲老师，原来你在这儿！我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一直都是一个女人接的，语气还特别差。不会吧？是啊。糟了，打错了。喂。喂，对不起，我好像拿错电话了。你现在在哪儿？我现在过去找你吧。我在等很重要的电话。要不这样吧，我有车比较方便，要不我去找你。好，我知道，我知道。好，一会儿见。哎，曲老师，系主任找你有事儿呢。你就说我有急事。你是？稍等一下。这
有了，是你的。路上给你堵上等急了。不好意思，应该是我拿错了。没事没事，别怪我拿了手机一直没看。我看你给我打了好多电话，我刚才一直在忙没听见，没耽误你什么事儿吧？喂，刘警官，不好意思，没接到你的电话。什么？找到了？谢谢，我马上就过去。这个点打车挺难的，如果顺路的话，要不我送你。你做好心理准备。今天上午，我们在郊区发现一具男童的尸体，发现的时候没有衣物，但部分特征与贺童童相符，所以请你来辨认一下。这离天安门远吗？怎么，想去天安门呢？要不我送你过去，晚上有灯，还挺好看的。不用了，我要等彤彤回来，之前答应过他，要带他去天安门，还要看大熊猫。可是我却把他给丢了。祝你生日快乐。天黑了，他就会回来取箱子吗？天都黑透了，人呢？我哪知道啊？你就知道吃，这里面你知道是什么你就敢留？万一是军火呢？万一是毒品呢？那再万一是死尸呢？吴总，您别吓唬我，我也是看人大姐可怜，而且要是早告诉别人她老公就住在咱们宾馆里边，说不定人早就一家团圆，也不至于这么惨。你说什么？你几个意思？你的意思是我害他丢了老公，害他丢了儿子是吗？你活腻歪了？不是，洪总，我可没这么说。那你说什么呢？谢谢，今天给你添麻烦了。
是没事，反正我心里也没啥事儿。不过，你确定你跟人 OK？ 嗯。再见。今天下午听到你妈妈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都问你什么时候回家。以后没什么事儿的话，早点回家，做妈妈的都会担心的。小周，谢谢你啊，箱子我就拿走了。好好，谁让你走了？因为相信爱，所以还在等待，因为有你在，所以还相信未来，因为看到路，所以不怕分开，就算再失败重来，短暂的相见，念长长思念，相拥的幸福，流着泪露出笑颜，梦中再出现过去的笑脸，曾经的关怀，想风走向前，就算再寂寞，也不羡慕绚丽烟火。我悄悄绽放，希望你能发现，与你能共有绚烂。和